好，这个是一个毛坯。好，进入加工。看这个最小半径、最小距离是多少？6.5。指定六个的刀完全能够加工这里，再测量这里，30。那一把25的利器刀也可以。好，先建立几把刀具。第20。20的利息的，第八，好，第六，六。创建复制一个文件夹，好，重命名，初加工，半径。精加工，做一个曲中曲面，选择镶嵌。10.1，4.2吧，这个是10.2，这个是测量30。减掉10.2，偏题，进入加工，第20粗加工，窝坯，曲面驱动。选取刚才建的这个黄色的曲面，先把它隐藏掉。以方便选择。好，看方向，方向在朝里头是不可以的，方向朝外边。好，加工方向，刀轴远离直线或者垂直于驱动体，啊，这是投影啊，刀轴
远离直线。余量24个4。好，显示。柱体。半径。预览一下。好，可以。好，请你计算。好，这余量有点太大了，刚才咱们留的是0.1。好，计算结束。看，它这里啊有一个到这个口的时候有一个凹陷下去的一个轨迹，啊凹陷下去啊，这个在实际加工的时候啊，实际加工的时候也是容易扎到的地方，啊，所以咱们把这个。把这个曲面也加到部件里面，确定行距太密，好，重新计算。这个是一个方块啊，咱使用的是远离直线啊，它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，刀轨不是很好，看远离直线这个地方的时候，看它是倾斜的哈，啊，像这种情况下啊，要用哪样呢？就使用啊四轴啊垂直仪或者相对仪啊四轴这两颗。垂直于部件相对于部件，垂直于驱动体啊，相对驱动体，对，这就是四轴的刀轴控制啊，用相对于驱动体旋转轴，嗯 ，X 方向确定，再计算，看刀轨就非常漂亮啊。好，这个分层切削用来进行初加工。8个，给2个，计算，哦，8个有点太大了，进行加工，看像这种啊，像这种情况啊，它会跑到外工件的外边啊。这由于这个切削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有可能它已经这个地方存在一定的干涉的影响啊，
像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？啊，因为是初加工，咱们的刀具啊，从这个曲面黄色曲面的边缘啊，到这个弓箭的这个侧边啊，已经留有十道的余量啊，所以像这种情况啊，就把这个黄色的作为部件就可以。好，把这个实体延长，黄色作为部件啊，参经理计算。好，这里曲面方向，好，这里看一下余量，0.1，计算内部访问为 G。 好，这种情况咱们一起看一下哪里出了问题。加工区域，选择镶嵌，好，再计算内部回归。如果出现这种内部访问回归，一般都是参数的设定是存在的问题。朝向驱动体，好，就可以了啊。它选择的是朝向驱动体，就很好。这个圆弧，圆弧可以改进对刀并行也可以啊。多重刀路8个，这边进行2个。计算好就很漂亮，这个是初加工。接下来咱们初加工这个型枪，好，建一个单独的毛胚，0，反方向。好，这里好，进行加工。清香第六握品初加工确定。好，这是弓箭，这是毛胚，跟随周边布局50%，切身0.5，
余量0.1，0.03，好，螺旋进档没问题，继承，安全啊，用那个自动平面，好，进行计算。没办法进行切削，看刀轴，没有在岛的周围定义要切削的材料啊，要切削的材料，看是哪里的问题哈。看调控深度。啊，这个加工深度的不对啊，顶层可以从这个顶层啊，顶层这是底层，看这个删除啊，这个就可以进行加工。好看，这初加工太溜了，然后利用刀轨进行变换旋转，要直线旋转矢量这个方向90度，好，完全阵列，好，钣金加工，钣金加工首先先加工这个侧面，就这个立面，采用D20钣金加工，结合铁窝品，好，加工区域选择这个，选择流线，看啊，它自动就把驱动的曲面啊，自动呢就生成啊，这里选择的自动。看箭头朝外啊，没问题，切削方向从外边往里边，好，确定，投影矢量是投到这个侧边来，所以用的是朝向驱动底，工具刀轴啊，这个刀轴啊，看用远离直线，啊，看余量0.05，0.01，好，进行计算，还有台刀的距离用圆柱体。60啊，60有点太大，45，好，可以进行计算。
这个跳岛比较多啊。这是一方面，我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？一个是这个驱动体太长像达到这个边缘这个边缘是没办法加工到的。修改一下延伸，95。进行计算，还是有点还是有问题啊。他们选择四轴垂直部件再看看。就比原来好很多这个，把个进退刀改一下，垂直一部件，圆弧改成稍微小一些。改一下行距，再改为100，看能否加工。是，可以。往复上升，采用的是往复上升。好，计算。好，这个导管就很漂亮。加工了，很好。这余量，好。